位观众，栋笃笑双打现在正式开始。今晚为大家施展浑身解数，王我演出的是黄子华、张达明。有请我们的艺坛奇葩本年度最想表演的表演队伍上台。有请两个加埋歌影视三妻，不靠包装，不靠靓仔，亦都不靠实力，不知靠乜的栋笃笑双打队上台，立刻为大家献上极尽视听之余百看不厌回味无穷之栋笃笑双打之玩无可玩。各位观众，请热烈鼓掌欢迎黄子华、张达明。大家好，我是黄子华。大家好，我是张达明。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场了，我哋咧有一个特别嘅要求，就系应呢个器官捐赠协会嘅要求，在场有边位想现场捐出你嘅器官嘅，请你一阵间响起你嘅 call 机或者无线电话。系啊，我哋请咗有15个飞虎队员咧喺侧边 stand by 嘅，佢听到呢个信号之后咧，佢会走埋嚟拿住玻璃樽割你器官噶啦。大家唔使惊啊。系啊，如果一阵间你忽然间你自己个 call 机响咗，有人走埋嚟骚扰你，你唔好大声惊呼，骚扰其他人欣赏啊！啊，得啦啊，决定系咁样。OK， 好，今晚嘅演出我哋正式开始。冇错，今晚最后一晚，所以咧我哋准备咗好多精彩节目为大家演出嘅。今晚第一个为大家表演嘅项目就系变魔术，请大家留意。而家张达明系企喺我嘅右手边。喂喂，而家张达明已经企喺我嘅左手边啦，多谢多谢。我有啲耻笑声喎，啊点解？比较牵强啊啲掌声添。系，唔紧要，我哋好多精彩节目。冇错。节目二，杂技。OK， 1、2、3。反應都是嚇咁啊！大家唔好睇小佢成百幾二百磅啊，雖然細細粒咁。唔係啦，做68啦，68單指手到啦。唔係啦，唔係啦，唔係啦，唔係高潮啦！咁快高潮啊！仲有成兩個鐘頭流流長，你點搞啊？我聽到有人嗌回水啦，已經細細聲。啊，唔係啊！嚟啦，高潮啦！啊，好啦好啦，高潮高潮啦！好，棟篤笑雙打高潮之送獎品。哇！有人嗌添啊！哇！我哋顧名思義 ，can 活動篤笑雙打，梗係唔少得 can 活動篤笑雙打大獎啦！係今晚有幾多個？唔好講咁多。今晚照例又係最後三個啦，各位。哇！大獎啊！點樣送啊？子華？咁啦，尋晚就兩男一女，今晚就兩女一男啦，好嘛？咁即係如果佢哋舉手舉得快，就係請佢上，好嘛？冇錯。預備1、2、3。哇！好快，嗰位小姐仲要出嚟啊！嗰位小姐一定出嚟啦！嗰位小姐，仲有边个？头先边个举得咁快噶？好，呢位小姐，呢位小姐，系啦。恭喜恭喜晒！男士，男士，真系。有冇男士？大奖。有冇男士？呢位朋友，你系咪男士嚟噶？出嚟出嚟，男仔都得啊你。哇，都颇为靓仔，请上台，请上台，请上。恭喜晒，恭喜晒！哇，好犀利啊！头先嗰扎举嗰手举得好快都。恭喜晒！首先咧，不如颁俾呢位小姐先好嘛？好啊。呢位小姐嘅奖品咧系同嗰三嚿嘢无关嘅，但系唔紧要啊，你得到个奖品更加犀利，你得到嘅系呢一条锁匙。收起佢，收起佢，唔使惊啊！呢条锁匙咧系铜锣湾希云街希云楼6楼 F 座一个880尺小海景单位一个，系由张达明赞助捐出嘅。恭喜你啊！系。你可以擁有我呢個單位今晚全晚嘅，哇哇，好恭喜你啊！真係記得一定要去今晚。啊、我唔喺度噶，你唔使驚，我走咗噶啦。佢唔喺度，我洗乾淨笪地方，我走咗噶啦。但係跟住落嚟呢位男士又送一份獎品俾你，同你好有關係呢份獎品，又係一條鎖匙。恭喜你啊！你都得到我呢個單位今晚全晚嘅。
哇！大家出嚟睇睇睇，俾大家睇睇，睇邊個開心啲先？佢好感激張達明，佢直情你睇下。哇！我唔識佢啊，我唔識佢啊，我唔係特登噶。我係佢，我都好感激。嗱，但大家你兩位唔好而家即刻走，起碼睇完個 show 先好去啊。佢真係唔敢望佢啊，有功。哎呀，慘！人哋年青啲啊嘛，係咁啊。好多謝兩位，多謝曬。仲唔走？係啊。哇，咁大份禮物，仲想點啊？送埋的士錢俾你好唔好啊？你仲唔走啊？你咁冇廉恥嘅，唔走啊 ？OK， 哇，大獎嚟啊！大獎你好緊張。太離譜！我代表嗰兩位朋友，太離譜啦！講嘢實在，啊呢位女士你放心，我唔會俾佢做對你做呢啲咁嘅嘢噶嚇。係，你貴姓名啊？我姓鄭。鄭小姐你好，芳齡幾多歲啊？秘密即是29啦。OK， 鄭小姐，你放心，你所得到的禮物犀利。各位觀眾，鄭小姐所得到的禮物就是1995年度最新鮮出爐的香港小姐。鄭小姐，鄭小姐今年芳齡29歲。興趣是玩邪靈，在他任期之內，他會代表我們到各大表演場地作親善訪問，而他的任期是1小時。再一次恭喜鄭小姐，好高興啊！這1小時之內，你可以 keep 住這些蒲啊、朱古力啊吃得，中場先吃，凍得滯都可以蓋住自己啊！好，恭喜曬。對唔住，唔可以錫阿思怡噶，對唔住。哦，佢嘅 birthday 喎，今日祝你生日快樂。哇，生日同埋獲選香港小姐實在太難得，好難同一日進行到嘅真係。我哋，哇，我哋一於送咗件袍俾佢啦。好，今日攞走，攞埋頂皇冠。喂，皇冠200多元，你攞俾埋佢，我俾埋你，當係生日禮物。係啦，係太高興。哇，真係好開心。原來快樂係咁簡單嚇。只要你攞到獎品就好開心，但可惜時間短啲，黃子華。係，都唔短㗎啦。唔短啊，最緊要擁有嘅啫。冇錯，我哋聽日冇大獎送喎。係，聽日做完啦。原本咧，我哋場場另外送出一個大獎就係立法局議席一個㗎。啊！但係啱啱送到尋日送曬，啊對唔住啊，真係。原本都可以揾到500多日嘅，都冇啦。不過唔緊要啊，在座各位，你哋唔使妒忌得獎啲朋友，我哋保證。大家今晚一樣可以有2小時咁快樂。咪住、啊、即係如果一般嘅觀眾呢，你今晚一定可以好開心度過2小時。但係如果你係嗰啲好特別嗰啲呢，即係今日入場嘅時候心情係好沉重嘅。對唔住，對呢啲嘅朋友我哋都無能為力。即係我哋呼籲呢啲朋友最好盡快離場。啊哦、最好盡快離開灣仔區添，即係唔好影響我哋現場快樂嘅電波啊。我哋亦都唔打算回水㗎啦。因为这些心情咁沉重的朋友回了水给你，你都是不开心的、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哎、我整份名单在这里、哎呀，跟住下来这类的人士我不想说，我怕说出来大部分人会走晒。什么人这么惨啊？就是想过一个似样的生活的人、哎、这些人通常都不快乐。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嗯，即是你又要有楼有车，还要每年去几次欧洲旅行，还要次次带不同的女朋友、啊，哇！呢種生活真係好難，好困難。喂、啊、你講緊呢挺唔係似樣嘅生活喎、啊，我覺得你講緊呢挺係唔似樣嘅生活，即係我講緊嗰啲係好基本嘅生活啫。點樣基本？即係譬如你話有一個人佢想喺每日翻工之前食個早餐先至翻工，你覺得咁嘅要求基唔基本，過唔過分？唔過分，直頭應份啊呢啲。但係就唔可能。大家仲記唔記得有個政府嘅宣傳短片，好殘酷，而家 cut 咗。里面就是讲有一个男人有一日在翻工之前想同佢个老婆同埋个女食个早餐。佢啱啱想放低份报纸饮杯奶茶，喺门口就唔知有啲乜嘢咁冲埋嗰隻眼度拉咗佢。喺香港如果你想喺翻工之前食个早餐，你会俾人拉，甚至俾人告你贪污。你知唔知嗰段片有一段剪咗，你冇睇过啊？就系当我爸爸俾人拉走嗰阵时咧，镜头 pan 过去，见到个女咧冲上前边，爸爸。然之后爸爸拧转头同佢讲：女，你唔好担心我。爸爸走咗之后，记住食埋个早餐先啦、啊。
哇，幾慘啊！太殘酷。香港就是充满了这些残酷的事情的，各位你只是想想在香港没有人可以睡醒觉才翻工就够残酷了。什么呀，不睡醒觉怎么翻工啊？张达明就不明白，王你叫达明，你看看人家，你试下找一个朝头早去地铁随便找个车厢啊，繁忙时间即是被人这样硬入去之余呢，你看看有哪一个人的发型似是一个清醒的人，即是 Videl Sassoon 见到都 Oh my god， 先生你的头发都无谓 gel 啦，回家睡觉好啦。我明白，即是说呢未瞓醒翻工的人真的很可怜，但我想未瞓醒翻工的女人最可怜，即是你在公众的地方海棠春睡咁样，你几容易被人侵犯啊，所以地铁呢繁忙时间特别多呢啲嘢嘅。啊，咁你又唔怪得啲男人噶，我啲男人自己都仲喺度未瞓醒，以为自己发紧耳梦啊。所以大家见到啲情况咧，就唔好叫警察拉佢，嗌醒佢算啦，醒啦先生，醒醒醒。唔该你咧，夜晚唔好食咁多生蚝啊，啲刺激噶嘛，唔好睇咸书瞓觉，放佢一晚啊，大家放佢一晚。唔系，就系唔明嗰啲人。喂，如果你真系咁唔够瞓。你打下电话翻公司告半日假，你先再翻工啦，唔好喺地铁度咁衰相啊！所以话黄子华，你真系唔系翻惯 office 工嘅人，嗰张医生纸容易攞啊，嗰场戏难做啊嘛，啊咩戏啊？请病假诈病嗰场戏咯，大家知唔知诈病呢场戏咧最难做都唔系诈病嗰部分。是几时病好嗰部分难把握啊！啊，嗱，系咪好多人都试过？寻日先啱啱用肠胃炎嚟到高家，今日一朝早就翻嚟。喂，达明，我哋一齐去食布菲啦！喂，有 common sense 噶嘛？系啦，你冇理由今日话自己生牛皮癣请日假，听日又攞啲同事浸浸生温暖咁样，死梗！死梗啊！有啲人，如果你系蠢到搵生 cancer 嚟到告病假。你要預咗呢一世啲同事都冇得同你去 happy hours 㗎啦。所以我哋要好小心自己假期啊。嗯。不過唔緊要，好彩每年有一個禮拜年假，哇，去夏威夷啊，浸下海水啊，曬下太陽、哦、哇。如果你諗住用個年假去夏威夷呢，你就要預咗付出沉重嘅代價，前四後六啦。喂，我而家講緊係年假唔係產假喎、啊。前四後六嘅意思呢就係、是如果你真的打算放呢个年假，你要预咗在放呢个年假之前嗰四个礼拜，同埋之后嗰六个礼拜，你都要做到扑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做嘢系嘛，无论你放几耐假，系你做嘅嘢，始终留翻系俾你做噶。系啊，系你嘅始终系你啊。哦，唔单止，你放完假之后，你会发觉唔系你嘅，都系你噶。哇，咁样我唔系啦，我唔放年假啦，我淨係礼拜日啊去到泳池游下水算啦。唉，喺香港泳池嗰啲又唔系叫游水，嗰啲叫浸水。即系香港嘅泳池呢，你只可以用一种泳式嘅咋嘛，就系、是、咁样。哎呀，好玩啊，好玩啊。哇，咁要好高手先可以游四式喎、啊。即系深水嘅地方呢，上下上下咁样游。咪又系囉，我真系唔明点解香港啲泳池咁鬼逼嘅呢。你唔好问添啦，黄子华，你趁人多喺度，你好浸下添啊！唔系咧，啲人上晒水，你发觉原来咧个泳池啲水浸到呢度，你去浸脚趾啦，下次啊！浸水都唔紧要啦，各位，我系习惯晒咁嘅生活。问题系你浸嗰啲水唔系普通水，系暖水。你成日喺泳池度，你会发觉会有啲人。全身唔喐，眼碌碌，屙你喺泳池屙尿咁冇公德心。喂，我老豆由细到大都教我噶啦，急尿过隔离池啊嘛。咁啊，所以以后嗰啲僆仔唔该你哋啦。啊！游游下小童池就走过嚟大人池游，擒喺个泳池边，
我学游水啊，特别系啊嗰啲啊琴正喺喷水口嗰啲啊，想毁尸灭迹啊，嚼你噶，掹你泳裤啊，掹你只脚添啊，掹埋你何必仔啊嘛呢？咁唔紧要，唔去泳池啊，香港大把嘢玩，去海滩，香港大把石澳，哇，石澳又去浅水，哇，哇，喂喂喂喂，呢位名客，呢位名客，请你喺沙滩度唔好追逐，唔该你，啊，呢位名客，请合作，唉，唔紧要，海滩啊大把嘢玩嘅，飞碟。有朋友想要玩啊？喂喂喂！喂喂喂！呢位名客，呢位名客，中咗啊！请你喺沙滩度唔好玩飞碟啊！唔该你。啊，你订咗送咗俾人算啦。唉，即系唔玩唔玩。请你合作啊！唔紧要，我嚟唔玩飞碟，玩沙滩波。呢边上边好嘛？预备，哇！喂喂喂！呢位名客，呢位名客。喂，送咗俾你啊！呢位名客，请你喺沙滩度唔好玩沙滩波。喂，有冇搞错啊？沙滩波唔系沙滩玩。嗱，俾咗你啊，唔好再嚟掟啊，闹啊。咁啫。请沙滩上嘅群众冷静啲。只是一个沙滩波啫吓，喂，咪先，咁系咪即系话咧，沙滩波唔系沙滩玩，即系马场唔准跑马先生系嘛？即系咧保龄球场唔准跑保龄。喂，呢位泳客啊，请你唔好滋扰其他泳客好唔好啊？请你合作啲。哦，唔紧要啊，我哋去海滩最紧要系浸下水嘅啫吓，咁咪企喺度咯吓，开心啊！呢位泳客，请你唔好企喺个水里面，全身唔喐，眼碌碌。我哋知道你做紧乜嘢啦，请你继续游泳，请你继续不停游泳啊！好，我游，但唔紧要啊！大家唔好以为我咁冇骨气咁衰仔，其实我而家屙紧尿噶，一路游水一路屙尿，我练咗好耐，呢种系最有香港特色嘅抗议行为，巴士加价，哼！唔好意思，我唔知有人喺度嘅。哎呀，仲系女性添啊！的士加价，点解有暖水嘅呢度？有暖水啊！有暖水啊！石屋有暖水啊！浅水湾有暖水啊！点解？咁系咪一种似样嘅生活啊？咁即系点啊？咁即系我要发达。冇错啦，喺香港你要过一个似样嘅生活，你必须要发达。所以正如大部分冇乜资源嘅青年人一样，我同阿达明好细个就已经知道，喺香港你要发达，必须要有创新嘅意念。喺1985年，当时嘅社会气氛仲系相对地保守嘅。系啊，当年如果你同人讲起波霸呢两个字，一般人就谂起郭家明或者胡国雄。即系谂得最偏最偏嗰、那个，都会只不过系谂起打回力球嗰、那个 Jelly 咁多阿木。但系我已经谂咗条发达桥。嗯，我决定录一批女人嘅呻吟声带，拎去庙街卖俾啲咸湿佬。不过咧制作费有限，我决定自己录。得唔得啊？得。牛娘我咪。喂！哎呀，人都唔似啊，大佬啊！咁似咩？电紧嘅羊，所以我咪叫做羊带咯，就拎去庙街专嚟卖俾嗰啲变态嘅咸湿佬。啊，硬系销量唔系好理想。梗系啦，变态成咁。喂，系唔够变态啊！隔篱嗰两档咧喺度卖少年羊带同埋 S&M 羊带，抢晒我啲生意。
當年亦都冇呢一啲嘅173嘅聖熱線啊，呢啲打到去以色列啊，呢啲咁嘅嘢嘅嚇。但係我已經用我個人嘅天才，發明咗一種主動173熱線，即係你唔使打俾我噶，我會主動趁屋企冇人嘅時候打俾你。我哋打去講咩啊？你而家隻手擺邊啊？如果你話到俾我聽，你隻手而家擺喺邊，我就可以估到你嘅年齡、職業同埋星座。哇，咁犀利！喂，受唔受歡迎啊？深受一般家庭婦女歡迎。咦，咁你咪賺好多嚇？做啊，有得做啊！我諗唔到點收錢。我勁啲，1990年日本投降45周年，我用了半年時間查下自己族譜裏邊有咩姨媽姑爹做過慰安婦嘅。哦，非常有效度。邊一個做過慰安婦？幫佢問啲日本仔賠償翻100多萬，使下好英憤。冇錯，所以我決定用50,000幫佢買翻個慰安婦丁權。哇！一賠償到賺95萬一個。哇！我有冇聽錯？咩？你唔係炒丁屋喎？你炒慰安婦？你有冇血性啊？你嘅人？喂，都冇你啲173咁賤價喎。我冇你啲羊帶咁禽獸啊！喂，而家香港人揾錢唔做啲下流嘢點發達啫？咁又係，而家仲有邊樣又有創意又正經嘅生意唔俾人諗咗先啊？咪咯，嗰個咩寶鞋佬係嘛？而家都賣曬 franchise 咧，地鐵開曬連鎖店。嗰個唔知叫楚留山啦，定許留香嗰條友？嗰條友賣糖水都話賣到要上市啊！家陣，我街口啊，嗌我哋落雨收衫嗰阿婆啊！下个礼拜收我哋月费啦，开始。唉，唔系啊，达明，家阵我话咗，你要发达靠我哋个人系唔掂。咁靠咩？一定要靠遇到贵人。有冇啫？呢、這个歌仔咧，我一开场就留意佢，留意到家阵啊，真系。你大家睇下边度边度？你真系唔系讲笑呢、這个歌仔。吓、啊，嚟俾个 spotlight 呢边，呢一位大哥。哇，你睇下个堂眉，似有还无。哇！好似好长咁啊！但系上学中叫呢挺眉叫咩嘢？咩啊？只眉遮天之上。哦，当将来化到眉飞色舞啊！阿哥仔呢、這个记得射住细路。哇！射住射住。多谢多谢多谢，阿手阿哥手，多谢多谢。哎，芝华芝华街边，哎，点啊？感觉到啲嘢涌下涌下喺呢边啊！我唔知咩，但系涌下涌下，好似好发咁样啊！涌乜嘢？哇！喺呢位小姐，你发啦你。我感觉唔到咩，我都知道你发啦。呢位系咪你男朋友啊？唔系，你有冇掂佢啊？冇啊！冇见到你掂到佢，你发啦！掂唔到都发啦，你喺隔篱都发啦，你而家。喂，系啊！老实实，你咁嫌弃人做咩咧？佢冇脚嘅咩？哇！有脚啊！但系小姐，你有脚都唔使用啊！你打跛佢，真系你唔使用啦、啊！对脚，你睇下你个相，你一区都打跛晒佢都得啫、啊。全部打跛晒，打跛晒，掂晒，真系啊！阿小姐握下手先，多谢。各位，我而家右手发个左手，嚟，好发咯，醒翻，醒翻，哎呀，有埋想发，有埋想发，发耳仔先，哇、哦，发下膝头哥，犀利，哇，好劲，喂，系，原来好紧要，发现咗样嘢，原来开心系好简单嘅，即系快乐好容易就系咧，只要你呃佢两个就得噶啦，哇，笑得几开心啊你，但系当你呃完佢，佢第日发觉你呃佢嗰样嘢唔能够实现咧，就好痛苦。头先咁笑一笑啫，今晚都成晚俾人笑啦。唉，咁我明白啦。点解我哋咁唔快乐呢？原来就系我由细到大俾人呃，即系由细到大俾人话我哋将来咧会有似样嘅日子过。凡系同我哋讲呢啲说话嘅人，系我哋最大嘅敌人。大家学到嘢啦嘛，以后千祈唔好再俾人赞元松。记住，而家搵食好艰难嘅，真系特别系而家，特别系而家。因为我哋已经进入一个集体大淘汰嘅年代，即系一个1-200嘅大淘汰赛。点解系1-200呢？我啱啱系香港有600万人面对住中国啊12亿人口嘅竞争，啱啱1-200。大家有冇试过只抽只？有，赢定输？输，打到爆晒肝，医院都唔收。有冇试过只抽两？有。赢定输？赢，点会赢？跑赢。各位，一个打200个，跑都冇得跑。
即是话如果你是整水喉的话呢，在河北有成条水喉村同你一个人争。如果你是安插苏，在山东将会有成个插苏县插死你。啊，你可能开始羡慕你菲佣啊，生活咁稳定，但冇用啊，只是广东有四个菲律宾，五个印尼，六个泰国，所有印菲泰佣拜拜。不过你可能会话，切呢啲嘢关我咩事啊？砰砰，哎呀，真我只不过是家庭主妇啫嘛，但系喺大陆有888个二奶屎，你老公知道晒喺边？可能你又会话，哇，呢啲我爸爸妈妈嘅事关我咩事啫？但系净喺佛山咋，你有35个未曾见过嘅兄弟姊妹等住你玩具反斗城买嘢送俾佢，买到寄去边呢？寄去佛山二奶市插苏县水喉村八号前座。不过讲笑呢啲嘢吓，大家都知道，我哋真系唔使惊，因为我哋唔同啲大陆仔，啲大陆仔得铺牛力嘅啫嘛，系嘛？我哋啲香港仔食脑啊嘛。不过华哥，人哋系食阿公噶。一掌他人志气，仲拍手掌，你真系。我哋有尖端嘅资讯，尖端嘅科技。喂，人哋有尖端嘅人事关系啊！喂，最大嘅问题系你嗰200个对手嗰种意志啊！人哋经过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一路积住落嚟嗰种搵钱嘅欲望咧，简直系滚滚洪流，所向披靡啊！原来几廿年嘅共产主义，就是为了制造这条穷凶极恶的资本主义奴隶兽啊！各位观众，现在形势相当之危急，大家趁这只奴隶兽还未曾完全变身的时候，好快点搵钱，搵钱，搵，然之后快点去东莞买四层楼，希望可以你75岁退休嗰阵收到其中一间，不是拿来住啊，卖咗佢。揸住你一生仅有嘅少少积蓄，然去河北一啲水平低嘅村落租间茅屋，或者你仲可以清茶淡饭咁样过埋最后嗰两年嘅。嗰日我搭地铁，我前面有一个好优雅嘅女仔企咗喺度。佢白里透红嘅手紧紧咁捉住嗰个波波，我好想摸一摸佢，捉一捉佢，感受一下嗰种优雅，但我唔够胆做，我知道唔可以，我心里面好大挣扎。而就喺呢个时候，个女仔竟然拧转头同我讲：先生，唔紧要啊，我去见一份工，某啲原因咧迟到咗。去到间公司咧，冇晒人喺度，剩翻个 reception 小姐。咁我问佢啦，我话小姐做乜个个都走晒，你仲留喺度啊？佢用佢抽水伊人嘅眼望住我，然后话：因为我睇过你份履历，同埋你张相啊。嗰日我搭飞机就坐喺头等舱附近嗰啲经济客位度。将就下嘛，咁啊机起飞咗10分钟到啫，喺个头等舱咧就有一个好靓嘅空中小姐，即系好似关之琳咁样噶，咁啊走埋嚟同我讲，佢话：阿先生啊，你可唔可以坐埋啲窗口，或者点样坐后啲啊？我做嘢嘅时候成日行来行去，见到你，我个心好乱。每年咧我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去到间诊所推开道门。见到一个好靓嘅女医生喺度，咦？唔通去错咗妇科，谂住走啦。佢掹住我，佢话：阿张先生，陈医生请咗假。咦？咁我使唔使改期咧？佢好紧张，佢同我讲：佢话张生 ，relax， 除晒衫佢磅下先啦。我仲谂紧点做，佢又同我讲：佢话，尴尬啊，不如我除衫陪你啊。于是我哋两个就赤条条咁样企咗个磅嗰度，你眼望我眼。我话医生，你系咪对每个病人都系咁样噶？然后佢喺我耳仔度讲，佢话我第一次噶咋。哇！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啦。
是不是太美麗呢？泰國樓雜誌啊。跟住點啊？跟住我哋都係時候檢討一下啦，係嘛？喂，我頭先你明明講緊我哋嗰種生活好艱苦嚇，工作好困難，嗯，點解忽然之間講到啲愛情嘅幻想咧，就忘記曬頭先嘅痛苦喎？仲有啲麻甩仔眯埋眼諗緊嘢㗎，著曬燈你仲諗咩啫？而家啊，你唔怪得，因為大家都知道喺現實生活裏面我哋太渺小，但喺愛情裏面我哋可以成為大英雄。唔使講咩，就喺在座好多男士，我認為已經係大英雄。有冇試過喺你公司，你鍾意一個女同事？喂，你原本喺個公司度好有地位，你係佢嘅上司，你甚至係佢上司嘅上司。但係只要有一日，你咁樣同佢講：阿 Mary， 其實我已經留意咗你好耐。哦，你溝我！有人溝我，有人溝我，喂，吓，得唔得人驚啊？唔驚。你會唔會放棄？唔放棄。你會點做？我啲男人仍然會大熱天時穿住成套孖襟西裝，拿住隻毛毛，我由灣仔送花行上中環，沿途仲要俾人講我話啲花咁殘啊，包裝又老土，我仍然保持笑容啊。跟住你仲會去啲你從來冇去過嘅精品店，然後同個售貨員講：阿小姐，唔該，你俾過啲公仔咧，嗰個叫做 Hero Hero Kimmy 嗰啲嚇。Hero Hero 咩公仔啊？哎呀，嗰啲 Hero Hero Kimmy。Hero Hero 咩咪啊 ？Hero Hero Hero 咪？溝女公仔是吧？你早啲講、啊。於是你就左手執住呢只 Kilo 面，右手執住只紅啤啤，仲要陪呢一個女仔去到 Pizza Hut， 喺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不一碗全場最大碗嘅沙律。喺禮拜日，我啲男人都唔會休息，我哋會陪啲女朋友咧，就去到海洋公園，去水上樂園。即是排成兩個幾鐘頭咧，上嗰條七色梯，然後用三秒鐘上，先穿條泳褲，落嚟就要講我哇好玩啊 ，Mary， 呀，人哋隻紅啤啤都未先，然後你又拿住隻紅啤啤排多兩個鐘頭上去先多一嘢，哇偉唔偉大男人？男人偉唔偉大？偉唔偉大？男士，啊真犀利啊！收個紅啤啤啲女士就拍得手掌響啲應該啊，真係。不過我覺得係你又難怪佢哋唔拍，點解？因為女人更加偉大嘅其實。因為你諗清楚嚇，男性喺愛情裡面嘅犧牲咧，好多時啊，我覺得都只不過係得到一個美麗嚇、啊，都話叫做美麗嘅女性。但係你話如果女性喺愛情裡面犧牲，大部分嘅時間得到乜嘢？咩？麻甩佬。而更加偉大嘅就係佢哋根本唔覺得係犧牲。你同好多女仔講佢男朋友，佢都係咁嘅反應嘅。阿小姐，即係你男朋友個口咧真係好臭。人緊有局部缺點㗎啦。喂，佢點算局部啊？全身有臭狐兼有香港腳，咁佢咪好平均咯？佢啲鼻鼾聲唔使教咪啊！佢一定係發夢見到我。佢屙尿亂咁肥。哇，好壮啊！肥完唔洗手，边有男人洗手啊？我有，乸型。佢讲粗口啊！佢身体善良啊！佢搭 lift 食烟。喂，而家公众地方已经唔准食烟噶啦，佢夹硬逼咗个 lift 度食，你仲想点啫？你咪想逼死佢，咪想逼死佢，咪想逼死佢，咪想。就是咁简单，真系只要一个女人接受咗个男人，嗰、那个男人就是完美嘅，系咪？即系如果个女仔嘅父母同佢咁讲，阿女，你男朋友真系唔系好正派噃。耶、yeah, ，你哋识佢识得唔够耐，根本就唔清楚。但如果当个男仔嘅父母同佢咁讲，我哋个仔真系唔好正派咧。
Yeah, 你哋识佢识得太耐，根本就唔客观。如果咁化官同佢咁讲，小姐，你男朋友真系唔好正派噃。哦，你沟我？哇！女性真系伟大，爱情之中、beautiful。喂喂，大唔系知话？你谂下，即系想象一下吓。如果个男人有个女人能够同时间到达爱情最高嘅境界，哇！你几美丽咧？你话真系吓？咁点为之最高境界咧？咪即系好似咁样系嗱，大家喺街有冇见过？一男一女，佢着住同一款衫、同一款裤、同一款鞋，情侣装，冇错啦。咁你脑里边咧会即刻谂起两个小老宝。我研究咗好耐，点解啲人要咁着咧？大家谂下，就是、无非系想话俾街上面其他任何其他人等听，我爱佢，即系佢哋行街嘅时候咧就系咁。我爱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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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佢。哇！哎呀，情侣装简直令人酸软。哇，劲啊！喂，唔系添啊，我谂啊，最美丽嘅情况都系咁样啊，即系唔系情侣装咁简单。即系而喺公共巴士上边吓、为对方撩耳仔。哇，会震噶嘛？唔惊。喂，啲情侣咧唔单止将自己嘅终身幸福咧付托咗俾对方啊。连耳膜的终身幸福都付托了给对方。呀，达明哥，你是第一个见过我耳膜的人，我这一世都跟着你。哎呀，酸软啊，酸软啊。哇，这些才有深度的爱情啊。不是的，我想爱情的最高境界是这样，子华。最高境界是这样。中秋。中秋。即是当一个情人在一边冲凉的时候。冲凉。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空间。佢喺隔篱大便，嗱，大家千祈唔好笑啊！你哋未试过，你哋未试过真正嘅爱情啊！唔好理佢哋。哎呀，啊！啲水有冇整亲你啊？哦，唔紧要，唔紧要。咁我有冇整亲你啊？唔紧要，唔紧要。诶，呢条头发咁长嘅，都唔系我嘅。咦，呢包烟仔咁短嘅，都唔系我食开嗰只。哦，你呃我。呀！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啦。要不是你问我，大家请留心听下黄子华的歌唱，大家感受一下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爱情就是一首完美的歌，由一个音盲来唱。没错，爱情本身就很完美的，很可惜玩爱情的我哋唔完美啊！如果你夹硬坚持落去嘅话咧，就搞到自取其辱，以后冇人同你唱卡拉 OK， 唔好意思，唔好威我。OK， 我承认爱情系同卡拉 OK 咁上下啫，各位，即系我哋揾食之余一种寄托 ，kill time 嘅啫嘛。而家啲人玩爱情玩到去跳楼，即系啲人唱卡拉 OK 唱用下，中出去跳楼一样，黐线咩系嘛？所以为咗大家健康着想下，由而家开始对爱情嘅观念改改。改。而家嘅爱情观念最紧要短短啊！六个地铁站都沟唔到，落车。下次拍手掌可唔可以夹定多啲人先拍？好寒酸。有啲人拍手掌咧，阿达明系拍一下嘅。跳舞先系咁。你啱讲系咩？我都唔记得咗添。最紧短，六个地站沟唔到落车。提一提醒大家，过海系当两个站噶。冇错啊！如果当大家吓睇完午夜场，食埋宵夜，佢仲未曾暗示你 Seven Eleven 买斯诺冰咧，你叫自己睇午夜场算啦。
呢啲冇家教啊，简直。唔系咯，嗱喺爱情里边咧吓，只有一个阶段系冇时间限制嘅，就系你去到佢屋企做爱情最重要做嗰样嘢。啊，呢阵时啊拖得啊拖啊，有时又唔到你控制嘅。嗱，真系搞掂咗吓，食咗成支烟，佢都仲喺度讲紧嘢唔停嘴咧。第一时间用健康理由离开。好啦，如果你真系咁都唔可以离开，真系要同佢讲嘢，喺爱情里面讲啲咩呢？我哋系认为要有非常强烈嘅自我审查意识嘅。嗱，第一，有关以前嘅嘢，我哋觉得最好唔好讲啊。大家个底都花啦，唔好讲啊。有关将来嘅亦都唔好提啦，都冇点讲啫。家阵啦，家阵可以讲。家阵讲啲咩？咩？家阵讲啲咩咧？系啦，连续问咗自己两次，家阵可以讲啲咩咧？都谂唔到讲咩，唔好理啦，走人。冇错，喺爱情咧，当你谈情说爱嘅时候咧，一定要单独进行。嗯，即系你识个对象，你净系识佢好啦。你唔好识佢同事，唔好识佢屋企人，唔好识佢朋友。当你同佢拍拖嗰时喺街咧，见到佢同人打招呼咧，即刻走人。喂喂喂，啊，做咩搞成咁嘅？唔系，即系你咧可以有机会同佢分手。但是你冇理由放弃同佢嘅朋友、同事、屋企人拍拖嘅机会噶嘛，系嘛？所以各位，我哋认为一个至安全嘅爱情关系咧，系应该咁嘅。首先，你自己必定要有几个伴侣啦，系嘛？一对一好攞命啊，一定要有几个。好啦，但系更加重要就是你嗰几个伴侣唔可以只得你一个伴侣。如果唔系咧，佢哋就会好紧张，你好黐身啊嘛。好啦，咁佢哋自己又有几个伴侣咯。但是更加重要就是那几个伴侣不可以只得他们一个伴侣，如果不是他们就会很紧张，他们于是就会夜半三更在你楼下扑你。哔布哔布，非常之危险，人受伤。哔布哔布，所以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记得搞好这个爱情网络 Internet de Amor 95。在爱情里面呢，有一个死穴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病、yeah. 就算很小的病都好了，譬如好似肠胃炎咁啊，当你第一日瞓喺张床度休息紧嘅时候，你心里边会忽然间涌起一种好剧烈嘅欲望，好想同人有一段稳定嘅关系。危险，危险！到第三日你仲系屙紧嘅时候，你就好想同人结婚。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到第五日你都仲未好翻，你就会愿意同第一个俾碗白粥你食嘅人结婚。请小心白粥，请小心白粥。但根据你过去的爱情观念，你不会接受这本白粥的。你宁愿自己整个冻到打晒冷震，穿着条孖烟通都落街截的士。喂，唔该，圣地牙哥医院啊。Jeez。喂喂，哎呀，伊丽莎白酒店。哎呀，喂喂，我，哎呀，啊，急症室，急症室，唔该司机。冇错啦，自己就系急症室，坐喺条长走廊嗰度，等成三个钟头睇医生。在那三个钟头里面你再按了八次，直至到个护士埋嚟问你，啊，黄生，啊，身份证号码几多啊？我不要白粥，我不要白粥啊！唔好俾白粥啊！要病人冷静啲，我不要白粥啊！冷静啲啦，病人，唔该，唔要白粥，冇事噶啦。哎呀，医生，系唔该晒，系，唉，好嘢，我终于又过到白粥呢一关，恭喜你。仲有啲，仲对唔住，对唔住。哼，爱情唔系咁容易啊，爱情好容易落空，但系事业都得唔到发展喎，你会好寂寞，甚至乎有时连你个 partner 都走埋，剩翻你自己一个喺度面对住茫茫嘅前路，你可能会歇斯底里咁问：天啊，究竟生存有咩价值啊？问得好，答案有一个。理想，即是一个人只要有伟大的理想，生活里面没有爱情没有事业，你仍然会很快乐。即好像我自己这样，我很小个就有很伟大的理想，因为我由小到大都是读外国学校的，即是那些没什么知识的人叫我们做大陆学校那些。我想我们今天有些校友来了，有没有人读劳工子弟的？有没有培侨？有没有曾玉成？有没有来香岛名校？香岛有冇？啊，唔系嘛，唔系即系死得七七八八系嘛？喂，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唔系笑佢哋，其实我系赞紧佢哋啊！即系因为咧，我哋一路都相信
死是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所以我們很小時候就立志要為國家犧牲。我不知道你小學有沒有寫過作文呢，寫我的志願，寫我想做醫生，我想做差人，是吧？我們三年班的志願是用身體頂住敵人扔過來的手榴彈炸死。四年班是斜路有輛貨車留後，我拿一腳攝住它，架貨車停了，我失血過多死了。五年班人肉水吧，用身體頂住長江的洪水自己浸死。哇，死得幾偉大啊。即是我記得我的表兄弟姊妹呢還在想怎樣考升中試的時候呢，我在想怎樣令中國富強起來，怎樣令中國脫離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我旁邊有些朋友，那些男仔特別是每逢黃昏呢，他就躲在垃圾房看鹹書，新知啊，老爺車啊，好耐你就知道啊。住我隔離屋的我的朋友是，就是當這些人在看這些老爺車的時候，我不看，我看人民畫報，關心國家大事。即是他們那些人躲在一個垃圾房裡說，哇，好大個波啊。我就說祖國的人造衛星又射上太空啦。我記得我隔離屋呢有個好朋友阿馬騮強，他有一次走來跟我說，他說達明，行過剛才行過街市被黑仔拿水袋掟中了，拿去報仇。哇，我真的好嬲！我說馬騮強啊，為什麼你還不明白啊，我們的敵人不是黑仔啊，是美國帝國主義啊。我們不要再爭個籃球架啦，想想怎樣辦法對付蘇聯好不好啊，掟水袋你真的。所以我由小到大呢，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普通人，我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好孩子。即是我幸福，因為我覺得我心中有紅太陽毛主席照住我，好像無論我做什麼事都他都會射住我的，即好像現在這樣有道光撐住你。即最初你是很難睡得著覺，會失眠，但不要緊，建設祖國不是說睡覺，是說睡身的嘛，這樣才有完美的國家，是不是？即是鄧小平說，他說黑貓白貓無論你什麼貓，總之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但如果當時被我們聽到這些言論，是反革命言論。為什麼？因為我當時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老鼠，害蟲來的嘛，沒有。那有什麼呢？有英雄和科學家。那剩下的那些是什麼呢？是未被人發現的英雄和未被人發現的科學家。大家都是科學家啊，所以我好細個想做英雄，但英雄唔難做噶，有版睇嘅，即係白毛女啊、智取威虎山啊、紅燈記一樣版戲，音樂一起嚟變做英雄。年輕河馬已運走，運三次丹送舅舅，舅三次宴客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早，马要把狼乱，此刻自心头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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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我也来一段好不好？啊！有多少苦同胞，远胜窄道，铁蹄下苦挣扎，愁恨难消。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这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土刀？盼只盼百善的同志早来。好哦，喂，子华，点解你识唱啊？
你冇咩，即系啲马利诺嗰啲女仔咧，好难追啊！呢啲劳工子弟呢啲咧，一听到呢啲歌，好似听到黎明咁啊，直情冧晒。你冇唱俾我小师妹听啊嘛？边个你小师妹啊？喺后边帮我哋化妆嗰、那个，好靓个 Kitty 系。是你的小师妹，系咯，劳工子弟，系啊。新四军就在沙家浜，这棵大树啊，好长亮。谢谢谢谢，知唔知咩叫 timing 啊？你知唔知咩叫妒忌？大家有份，我帮你攞入去先，顺便探下 Kitty， 你嘅小师妹。嗱，你唔好搞佢啦、啊！喂喂喂，冇得倾啊！俾埋花佢添，冇啦，呢次死梗啦！但大家谂下，真系有时太多人同你一样有咁伟大嘅理想，都几麻烦啊！譬如讲人民服务咁啊，为人民服务当其时咧，系我哋全校人咧都当系终身嘅职业嚟嘅。但谂深一层，如果所有人民都去为人民服务，咁边有人民俾人民服务呢？班长，我帮你孭书包。好啊，达明，搵阿熊仔攞啦。咁你孭紧呢个边个噶？呢个老师嘅，抢个书包孭都唔得啊！唔得，为人民服务，一早翻学校搵个校工。诶，陈伯，今日我帮你洗地啊！啊，乖啦，达明，我唔使啦，你班长寻晚嚟洗咗今日笪地啦，你今晚嚟啦。喂，都好啊，留翻听日笪地俾我洗啊。诶，唔得啊！佢哋晏昼嚟洗，听日笪地啊！你今晚嚟洗，下个礼拜三噶啦。喂，人民服务一定要做啲嘢噶，你哋唔好埋嚟啊！边个埋嚟我打边个。个灯就系我嘅。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个礼拜我杀晒。哇！哇，为人民服务都几光荣啊！但系真正嘅光荣系嚟自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无产阶级，即是马克思讲的那些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即是你开头你很难相信，你跟一个未来世界的主人住在一起，真的他还要分你下隔床。我问他拿零用钱，他说没有，不给我，都有点怀疑的了。到我妈呢拍台拍凳问他拿家用，没有，不给他，真的是无产阶级来的。哇，我真的很光荣。但是怎知道没多久之后，他拿了个二手电视机回来。电视机你拿得回家啊？电视机这些东西是资本家荼毒人民思想的工具来的嘛。歌仔都有得唱了，看电视害处多，电视教坏细佬哥，教到细佬走得魔。啊，我怎可以等电视机在家的？所以呢，我每日看电视之前我唱三次，删电视之后我又唱三次，不是很容易被荼毒到的嘛，是吧？还有啊，要用批判的眼光看电视的。很多人告诉我蒙面超人好看，我告诉你蒙面超人是坏人来的。为什么？他专打奴隶兽，奴隶是最基层的劳动人民，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你打奴隶兽，还不是地主走狗。但是啊，那个彩虹化身侠都不是好分子啊，他成日变身啊，变来变去，坚持不到自己身份啊，修正主义。但是各位最坏是谁知不知道？最坏是三一万能侠。啊，你成日三个合埋一个做咩啊？你仲唔系搞一小撮人啊你？所以呢，喺我每日睇咁多嘅日本卡通片之中呢，我只系推荐大家睇《飘零燕》，系一个好嘅启示嚟嘅。即系大家谂下，一个无父无母嘅女仔几可怜，但系呢种情况只会喺外国发生。喺祖国，无父无母有党照顾你，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但最重要的是，阿爹阿娘会犯错，毛主席不会。
阿爹阿娘会失业，毛主席唔会。我爸爸妈妈失业咗两个礼拜，变坏，喺街边卖肠粉，做小贩，资方。喂，我哋劳工子弟一向都代表劳方噶嘛，一向都同资方划清界线噶嘛。即系平时肥啲嗰啲，我哋唔睬佢嘅。你唔好行埋嚟啊！你成身脂肪，肥仔。喂，我点可以忍受到自己屋企有个阿妈脂肪，有个阿爸脂肪摆度？我同佢讲话，阿爸阿妈，挨两年紧日子，祖国会富起来。佢哋唔明白啊！我妈话：喂，阿明，唔系咁做，米哥冇米。阿妈，今年大寨又丰收，产米量又创新高，祖国点会冇米啫？我爸又话：喂，唔系咁样吓，有支出冇收入，条数好难计。阿爸，祖国嘅数学家华罗庚又攞咗诺贝尔奖，有咩数我中国计唔到啫？但系佢哋唔听我讲，仍然系每晚整肠粉，每朝去卖。我决定同佢哋决裂，啊，断绝父子关系。我唔系净系怪佢哋啊，我怪埋我自己。即系我咁多年嚟咧，阶级警觉性唔够高，认贼作父。我自我检讨，我写一封自我检讨信寄俾毛主席，用双挂号啊，佢唔回信都攞翻个签名先。系啊，你唔信啊？但系点知我寄信嗰阵时，我见到报纸卖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点会有咁嘅可能啊？哇！我一口气跑翻学校嗰度，见到成校人咧愁眉苦面咁样。喂，大家唔好信啊，谣言嚟噶！睇下外边个太阳仲喺度啊！班长唔好咁样，主席未打到苏联之前，佢唔会死噶。唔好乱谂嘢，班主任好快冇事，镇定啲啦，校长。一人暗杀主席，佢匿埋啊！哇，我咪从来未试过咁辛苦啊！成个礼拜不断话俾周围啲人听我真相系点样。班长、班主任、校长，点知三个礼拜之后，报纸又卖，四人帮俾人捉咗。喂，江青系毛主席太太嚟噶，点会系坏人嚟噶？佢系坏人，主席点会唔知噶？晚晚见住。佢会唔会被坏人捉咗呢？吓，唔系啦，我上北京救佢先。哇！我当时咧，我好迷茫，我直情分唔到边啲系真，边啲系假。于是嗰晚咧，我喺自己喺街游荡，行下行下，行到庙街一档卖喇叭裤嘅档口前面。喇叭裤咧，当其时系代表咗腐败嘅，你裤脚越大，你就越腐败。个老细问我25寸啱唔啱啊，僆仔？比如40嘅我。于是嗰晚我就着住嗰条咧，连数学家华罗庚都计唔到个裤脚同条腰嘅正确比例嘅喇叭裤行路翻屋企。行下行下，我停咗落嚟，望下个天，冇月亮，净系得啲街灯嘅影，得啲大厦嘅影。我忽然间发觉嗰两道光一直照住我，嗰两道光慢慢消失。我终于都明白，我嘅火红年代都系时候告一段落啦。唉，真大镬啊！事先讲明我啲理想系冇咁伟大噶吓，因为我理想系喺丽苑揾到嘅啫，即唔系讲笑，即系。是在麗苑的溜冰場找到的。不過又嚴格上來說，由於當時那個溜冰場是新開的，所以我們不叫它做溜冰場，我們叫它做撲街場。由於我這方面比較一般人有天分，一般人即你要跳樓才做到的 pose， 我溜冰搞定。你溜冰有沒有見過？哎呀哎呀，怎麼都得，你就係咁跳樓，跳得個零鐘頭咧，你開始你會懷疑，其實溜冰呢種運動係咪應該踎喺度玩嘅咧？啊，果然你見到好多人踎喺度，有啲人仲讚你踎得正宗啊你！
在这个时候，我见到有一个鬼妹，好像我咁上下年纪，大部分人都咪踎在这里，唯独是这个鬼妹。当时有一个中国的青年，原本是踎在这里的，为了吸引这个这么犀利的鬼妹的注意，他就站了起身，在个溜冰场就不断在那里撑。他其他踎在这里的同胞看着他在那里撑，撑了不够几下，撞低了鬼妹。我就是那个中国青年，我撞跌了个鬼妹，我还扎住他。在那一刹那，我就明白其实跳楼不一定是悲剧来的，是看你砸中哪个而已。那鬼妹呢推开了我，起翻身，然后用她碧蓝色的眼睛很厌恶地望着我，然后大声骂我说，一刀别了你呢。你不明白为什么啊？我不怪你们，因为这句是英文来的。一刀别了你呢。我都不是第一次被女仔闹了，我试过被啲好恶毒嘅女仔闹，吔屎啦你黄子华！我试过被啲好刻薄嘅，冇你份啊！全班人人都有份，系你冇份。我甚至试过被啲闹完，你都唔知佢赞你定弹你嘅。阿子华，其实我系好高兴同你做朋友啊，即系我未识过第三世界嘅人噶。哦。都明一兜别扔起你，我真的不明白，我觉得很自卑，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爱情里面，你越自卑你的仰慕就越深。我爱上了个鬼妹，她成为我的理想，一兜别扔起你，我觉得好好听。个鬼妹是住在南区的，我跟踪她，南区好多鬼佬喺度住，嗰度啲楼好得意嘅。如果你嗰阵时去过，你会见到咧，嗰度啲楼系咁。你由呢一边望过去，你可以望穿啲抹得好干净嘅玻璃，然后望到晒成间屋企里面白色嘅陈设、白色嘅梳化、白色嘅地毡、白色嘅唱片、白色嘅电视机诸如此类。然后再望到个抹得好干净嘅玻璃，望穿佢，望到个海，然后望到海里面嘅鱼喺度倾偈。通常傾咩呢？通常都係傾緊住喺呢區真係好啊！我自己住個區，我住嗰間屋，我諗大約係呢啲區嘅屋嘅六分之一至到八分之一咁長啦。但係就已經永遠都望唔透，因為中間永遠都有啲人喺度噶，有啲仲係唔識嘅添。唔好講你間屋，淨係你同個電視機之間，你都永遠望唔透。永远有啲人喺度，你哋系咪喺度带位啊？净系睇电视睇到好似喺度训练飞虎队咁样。喺啲鬼佬区，你唔会咁样。啲鬼佬区系真系好好啊！你行啲鬼佬区，你永远唔使怕，好似我哋嗰啲地方行下，会有人问你：僆仔边度啊？他看着你第八座走出来，他问你哪里啊？我的年轻人是不是扮嘢啊？念首诗来听下啦。床前明月光，啱唔啱？是不是玩嘢啊？年轻人不是这些诗啦。咁你都懂得嗌我年轻人啦，我点识咁多诗啫？在啲鬼佬地方，是吗？永远冇呢啲问题。至多你行行下，有个鬼佬埋嚟同你讲：Hey, good morning, 一兜别扔起你。我真系好中意啲鬼佬。你谂下啲鬼佬，个个都白白净净啊，吓，即系佢污糟都好啦，佢都系白嘅。唔知点解，
啲鬼佬啲鼻先緊要。我細個，我媽媽帶我去睇相，那個睇相佬同我講，佢話黃子華，你係靠個鼻嘅，有翻咁上下高度，所以你千祈唔好亂咁撩鼻，撩壞啲鼻韻。中國人命運咁坎坷，就係因為啲人亂咁撩鼻。你哋自己知啊，手指公又嚟，不求人又嚟，唔好撩壞啲鼻韻。但你睇啲鬼佬，全個民族都咁好鼻韻，撩都撩唔爛。我最中意啲鬼佬係佢哋嘅品德，啲鬼佬啲功德心真係厲害。你有冇見過鬼佬周街掉垃圾？有冇人見過？有冇？有，話有嗰啲都係啲冇知識嘅人嚟噶。呢啲人呢，佢就係會趁飲大兩杯呢就走出街打鬼佬，一邊打鬼佬仲要一邊大聲嗌反清復明。你長大啦，唔好亂咁撩鼻添啊。OK， 可能間唔中俾你真係見到一個鬼佬掉垃圾。喂，但人哋掉嗰啲係來佬貨喎。Valentino， 知唔知係咩？多士路。咁點算係垃圾呢？鬼佬又唔會當街打仔，係咪？我喺我住個頭都唔知見幾多細路啦，臨返到屋企都要提醒佢阿媽：阿媽，今日喺條街度，你未打過我喎。哦，係咩？出返嚟啊，出返嚟。喊啊嘛，喊啊嘛，阿媽，我冇喊喎。哦，唔喊系嘛？硬颈系嘛？硬颈，硬颈系嘛？硬颈啊，死仔嘛！系啦系啦，咁喊咪好咯，乖仔啦，乖仔啦，喊咯，哦，翻屋企啦。鬼佬又唔会喺戏院度讲嘢，我真系唔明啲中国人系做咩嘢啊！你入戲院你睇下，銀幕上講幾多，銀幕下講幾多。你唔知道，你仲以為咦配緊音喎喺度啊？仲要講埋曬嗰啲最隱秘嘅，阿奶奶點樣淨係食阿四嫂啊？阿二哥點樣謀阿大佬啊？我點能夠同時處理咁多劇情啫？人哋鬼佬就唔同，鬼佬戏院系唔讲嘢，人哋就算真系讲，人哋系讲英文。咁英文系真系伟大啊嘛，系咪先？即系英文系伟大到，基本上你识英文代表你系无所不能，起码你阿妈系咁认为，系咪先？你阿妈有冇试过同你讲阿仔啊？你识英文，你帮我睇下呢个会计呢条数点计出嚟嘅？阿仔啊，你识英文，你帮我睇下呢个牙仔喺度讲咩啫？唉、哎，算啦，你净系识英文，你帮我整翻好部洗衣机啦。同埋你谂下，你喺学校最好喺学校，中文老师、英文老师，你尊重边一个多啲？啊，中文系咪？系中文，点解啊？你同情佢啊嘛。即系慕容老师啊，慕容老师，即系我唔系想窒你，但我真系好有兴趣想知道，你唔喺度教中文，你喺出面你仲可以做啲咩啊？即系唔系啊？你出如果你要填嗰啲失业金啊，啲 application form， 你识唔识点填啊？你个名你识唔识点串啊？慕容啊，慕容，慕容，慕容 ，U S E L E S S， useless 啊，慕容。當然，我知真係對英文咁有信心，主要係來自一件真人真事，發生喺我學校，好多人驚。我嘅英文阿 Sir 好熟，有一日我放學，佢拉埋我一邊同我講，佢話：子華，你真係要好好地學好你的英文。你需知道，英文能夠救人，亦都可以用嚟殺人。佢講完呢番說話，過咗幾日。我哋學校嘅中文老師就死咗啦。
當然，我知真係對英文咁有好感，主要係因為佢係一棟橋梁，佢幫我到達嗰個美好嘅鬼佬世界，令我可以喺個美好嘅世界裏面得到一個美好嘅鬼妹。為咗達到呢個理想，我好勤力練我英文，今日算做係略有小成嘅，各位。我可以用英文嚟到寫情詩，以下呢一首我獻過俾好多鬼妹，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麻煩你阿張達明上嚟同我翻譯一下。係點樣啊？係點搞？幫我翻譯一首情詩好嗎？哇！首詩咁難啊！係係啊嚟 ，OK， 呢首詩係咁樣樣嘅。I don't want to be a Chinese. And you are not a Chinese. So let us kiss. Please. 多謝。我極度自卑，但我並不自欺，我很想嘴你，死未？喂喂，何子華做咩？嬲話走啊？你未講完走咩啫？講完啦。咩講完啫？你未曾講到你溝唔溝到鬼妹咧？快啲。溝到啊，咁啊點啊？溝到咁點？喂，快啲講俾啲兄弟聽，等大家掂下嚟。你唔係啊嘛？而家溝到鬼妹有咩咁掂啫？大家都知㗎啦，連啲鬼妹本身自己都唔掂，而家幾多鬼妹要做侍應生，要做 sales， 要做小販。呢、這個世界上冇乜嘢比一個鬼妹做小販更加天衣無縫嘅事情。大家諗下，走鬼，走鬼。而家聽講鵝頸橋底啊，仲有個鬼婆專幫人打小人噶。Beat the shit out of the little man 啊！咁係啊，即係而家啊好多鬼仔鬼妹啊，做 office boy 冇所謂呢啲，好普遍。做擦鞋嘅都有，你知唔知？一周刊登咗幅相出嚟啊，個鬼仔幫人擦鞋，一周刊影佢相，佢仲笑。啊，鬼仔真係好有禮貌啊！系啊，啲鬼仔放屁都系咁同你讲。Oh, excuse me, excuse me 都臭噶。Excuse me， 系系，你知唔知边个叫何国荣啊，达明？哦，系喺 TVB 做艺员嗰个鬼佬嘛。喂，广东话讲得几好噶。你知唔知阿何国荣点解叫做国荣啊？佢喺 K100度讲话佢中意张国荣噶系。而家大家就喺香港，你會見到有一個鬼佬，甚至願意為一個唐人嘅偶像連自己嘅名都改埋。咁咪即係我鍾意一個非洲剛果嘅歌星，然後以後呢個歌星叫吳寬寬，我就以後叫做王子吳寬寬。吳寬寬同督笑。This world is crazy, you know? It's absolutely ridiculous, you know? 喂喂，子華，你真係啲英文有返兩度喎。有口音喎，聽到你咩鄉下？而家英文有十度都冇用啦，各位。而家有 Nike， 睇、英文台唔使識英文。咁係啊，我阿婆晚晚叫我六明珠930俾佢睇啊。而家聽講咧，仲有一個英文電台咧，準人講中文。定唔知有一個中文電台準人講英文啦、哦。總之，哇！而家正啦，各位。如果你英文唔好咧，唔緊要。打下電話入呢個電台，揾啲鬼佬 DJ 傾下偈。你講得唔好唔緊要，你講埋中文都唔緊要噶。佢哋要扮聽得明噶。Oh yes, you're so funny, 哈哈哈！你係鬼佬嚟噶嘛？做乜你哋要撈到咁冇 class 咧？喂，咁我又唔好贊成啊！即係而家，我覺得仲有好多鬼佬係撈得好掂喎，仲係。OK， 我當而家你一個鬼佬撈得好掂啊！佢仲住喺南區，仲係用緊 Valentino。但係你個阿頭，你個鬼佬阿頭，香港總督啊，就一日到黑俾人鬧。
收声啦，千古罪人，系咪玩嘢啊？搞搞震，你咁样住南区，又住得有乜嘢味道咧？咁又系隐肉偷生咗啲嘅，真系隐肉偷生啊！彭定康，大家知唔知而家佢每晚都打个电话翻嚟英国俾阿马卓安？喂，阿马仔啊，我今日又俾人闹啦！我而家行街又俾人闹，去波又俾人闹，我就嚟顶唔顺啦，顶唔顺啦！你明你明个屁！你有冇见过咁大只老鼠？上个礼拜又俾咁大只龟我 ，bloody tortoise！我而家开宠物添啊！我真系，哎呀，快啲回归啊！香港快啲回归啊！啊，唔紧要唔紧要，啊，成李贵贤好快啊，年龄啦，挨到好快冇事噶啦吓。唉，到咗年龄之后就阴功。1997年6月30日，政权正式移交，当然系会有啲仪式咯。梗有啦，我真系好惊到咗嗰日，阿张晋生会忍唔住。做咩？讲话啦，千古罪人！你最喜欢讲话了，我忍你真忍他妈！喂，你仲嚟啦啫？喂，大佬，我问你沟唔沟到鬼妹啫嘛？你又讲咁多我唔知嘅嘢，又听我嚟做咩啫？喂，你沟个鬼妹先，老实讲。沟到，喂，沟到做咩唔开心啫？唔靓啊？身材唔好啊，唔紧要啦吓。我鬼妹唔讲英文嘅，咁讲咩啊？普通话。咩啊？普通话，你这什么意思？明明是中国，你说你听不明白，你是傻我啦？我知啊，呢个即系而家咧，中国开放。好多鬼仔鬼妹咧嚟啊，学普通话，仲讲得好正喎，北京话咁样捋晒你，咁啊系咯，我想沟个鬼妹啊嘛，而家沟咗个北妹。哦，所以咧，你对鬼妹嘅理想而家完全幻灭啦。哦，未，系直到有一日我行街，然后见到有一个中国人喺度闹一个鬼佬 ，You don't belong here。你知唔知点解？即是说你不属于这里，啱了一半。You don't belong here， 又即是一兜白撚起呢。当年我刘冰个鬼妹闹我嗰句说话，我今日睇咗个中国人闹一个鬼佬，仲噏得正过鬼妹添。哦，鬼佬玩完啦。未，我鬼佬企得好硬喎。我话唔系啊，我白撚起呢啊。我仲可以证明我是100%的香港人啊。喂，点证明啊？有身份证啊？佢话靠一句说话就得啦。靠一句说话，你证明自己在香港7年以上，你讲咩啊？佢话你情我都情，饮杯祝业情。啊，你真系唔住够7年唔识讲啊呢句嘢。系啊，咁又系啊。呢度大家都香港人啊，高兴。喂，咁而家大家应该更加高兴啦。因为我哋唔单单系香港人，家阵我哋直情系鬼妹添。诶，阿达明，你知唔知？呢个咩？而家好似我同你咁嘅男人上到大陆，系好多啲女仔会对我哋趋之若鹜，当足我哋鬼妹咁，要我哋教佢讲广东话。喂，我识讲啊，唱广东歌。有咩？人爱你多些，再多些字文写。喂，我点啊？唱多两句啊，张学友。仲要你教佢讲有口音嘅广东话，点讲？你正我都正，饮杯 Long Island 啊！我点啊点啊！鬼妹嚟啊！我哋鬼妹啊！我叫上海玩啊！喂，北京都得。我唔会因为人哋话我系鬼妹就沾沾自喜，得闲就带几千蚊去伶仃岛做上等人。喂，黄子华，你咁样讲得罪人啊？唔系净系我去伶仃岛啊，台下好多人都系伶仃岛玩噶嘛。因为我知道我唔系鬼妹。家陣冇人係啊！
咁啊，喂，你搞到啊，忽然间搞到气氛僵晒，咁咪做乜啫？好啦，喂，快啲啦！啊，咁啊，喂，今晚我请你食宵夜嚟，继续。唔食啊，冇瘾。啊，咁啊，我请你去吸卵啊，我俾钱嚟，快啲。唔去。请你睇午夜场，山水又相逢。你有份做嗰套？系啊，刘青云都喺度。去唔去啫？好唔好睇㗎？啊，咁啦，请你睇2月30啦。唔係我有份做嗰套。好啦，嚟嚟嚟，快啲快啲快啲。俾人闹啦，大家觉得黄子华咪好过分啊？即係喂，你有心事你自己諗埋下，匿埋自己讲啦，唔好瞒出啲朋友啊嘛。对付呢种人呢只有一个办法㗎啫。喂，子华你咁样今晚啊？絕交啦！我哋以後唔好揾我你，啊行開行開，冇絕交 ，sorry sorry 冇絕交。咁你仲悶唔悶啊？悶悶，悶唔悶啊？咁嘅相逢，哎我唔悶啊！哎哇哇哇！哇呢啲咁好玩先係朋友啊嘛！嗱朋友一定要好玩，但點樣先叫好玩嘅朋友咧？係。嗱首先咧，你啲高科技通訊設備一定唔少得㗎，即係 call 機、無線電話一定要有，但個網絡都要好喎。你唔好打親佢都，而家電話唔通，請稍後再打。呢啲朋友冇誠意，以後唔好揾佢啊！又有啲網絡冇問題，收得好清晰，但每次你揾親佢 ，call 親嗰個人咧，那個朋友冇翻幾個鐘頭，佢唔復 call 嘅噃。呢啲朋友唔緊要 ，call 多佢一次。仲 call 佢？係 call 多佢一次，留台講低絕交。嗰啲女仔幫你落呢啲 call 啊？係啊，但如果佢又即刻復你機啦。仲即刻約埋去邊度玩添？但佢放你飛機喎、啊。哇！點算？仲有王法嘅。係咯，點樣對付呢醜仔？哇！佢一鑊我點啊？兩鑊都唔緊要，呢啲差佬唔幫噶飛機仔啊！我最唔明係有啲朋友，你約佢出嚟食飯，佢食咗幾十年飯嘅咯噃，但佢都冇一間相熟酒家嘅。唉 ，OK， 唔緊要，去我嗰間，去我嗰間。咁啊，去到咧就叫佢大哥，喂點個餸啊？咁嗰個大哥咧就話：是但啦。隨便啦、啊，我咩都食嘅。我叫你點個餸，你就話是但隨便。咁咪即係我問邊個喺廁所啊？你話我鬼唔知係你咩？是但隨便乜都食，屎你食唔食啊？唔係你最興就係嗰啲咧，食完晚飯去卡拉 OK 唔搶麥嗰只啊？喂，大佬，大家唱咗四輪㗎啦，遞個麥俾佢，我嚟坐下㗎咋。哇！對付呢啲人咧，應該大家一齊扎地去廁所，然後走人。咩走啊？打佢一鑊。唔好，等佢埋咗單喺樓下先揼佢。有啲朋友又係好鬼奇怪，你叫親佢出嚟，佢咩都唔做啊，冇咩興趣咁啊，唯獨一樣講心事啊。鑊鑊都講心事 ，OK 唔緊要，你真係咁中意講，陪你講啦，做得朋友係嘛？喂，但你真係咁中意講，你講得激啲啊，大佬啊！你最激嗰次都唔夠張馬利做警訊啊！你知唔知我聽親你講心事，我想報警啊！喺我哋咁多朋友之中咧，有一類大家最緊要小心，就係嗰啲問我哋借錢嘅朋友，即係，直情大家你真係諗一諗，真係要好冷靜咁諗一諗。你有哪一个朋友问你借过钱家阵仲是你朋友呢你明明啊当一个朋友问你借钱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想暗示话给你听他想跟你绝交。所以啲朋友问你借钱的时候呢你首先不要想他几时还。你要自我检讨一下先。我最近是不是很厌闷呢我上次几时点个送嚟啊我是不是真的玩无可玩搞到朋友要问我借钱想跟我绝交呢如果是你父母兄弟姊妹问你借钱你真的快点检讨一下我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呢所以我呢以前从来没问过黄子华借钱。以前从来。不是我意思就是以前啦现在啦我将来都不会问你借钱。但最紧要是我都不会借钱给你啊。唔緊要，唔緊要。嗱，呢啲咧就真係好兄弟，哎、所以大明我不嬲都話，我做兄弟嘅嘢有今生冇來世啊！只話我哋做兄弟，關二哥在上，我哋開心又一日，唔開心又一日噶啦。阿大明，我為咗你嘅、
两胁插印，如果我有四胁，我为了你做兄弟的赴汤蹈火在所不为。嗱，做兄弟一句就一句。嗱，做兄弟我实帮你撑啊！做兄弟讲啊，系啊！做兄弟我实遇埋你啊！好兄弟真系，好大嫂。咁讲开好地地讲到女人做咩啫？我哋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嘅啫，我哋。唔系大哥，你有咩唔着旧衫旧鞋攞俾我着？咁咪好难为你。阿嫂岌头得啦，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啊？讲笑啫嘛，讲笑呢啲嘢我用嚟讲笑，懵啊你，咁咪对唔住咯。哇，你真系惊啊！啊，真系惊啊！对唔住啊！讲笑啫，细佬，使乜惊啫？咁唔玩得。但我唔系讲笑啊嘛。依家咪玩嘢啊！咁多人面前，系咪玩嘢啊？你真系嬲啊！死仔啊！死仔啊！神日都唔系咁啊！死仔，死仔，死仔！真系好嘢，唔好啊！所以我一嬲咧都系咁话。阿达明，如果我系张晋生，我就系杨天良啊！好兄弟啊！好玩啊！你啲又好玩呢啲兄弟，我哋哎呀，真系。所以话咧啊，而家唔好玩嘅嘢，唔好理佢。系啲唔好玩嘅朋友，绝交。唔好玩嘅嘢 cancel， 唔应该存在。我成日劝啲友仔，喂，你饮吓、啊，即系你去请饮还请饮，你结婚吓、啊。但系你需知道，我哋嚟饮嘅人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好紧张，你会爱啊边个爱几耐啊？最紧要我哋嚟饮嘅，有翻场正正经经嘅着局，啊，打翻八圈。咁你又唔好话限时限刻入席，系嘛？咁我输咗，我冇得上诉，我好顶气嘅。我祝你离婚嘅我，唔系即系你喺嗰、那个收费上边有啲调节咧，咁就唔会有投诉噶。啊，即系你冇卡拉 OK 唱，咪收人个八折咯。你冇理由话坐喺主家席侧边又收咁多，坐到老年咁喺门口又收咁多。吓、啊，你起码好似我哋咁样分三种价钱啊，大家开心啊。啊，嗱啲新娘又系我顺带提一提啊，吓饮成餐酒。咁啊，换两套衫啊，以为自己做紧栋笃笑定系啫？服装费都悭埋 ，OK， 唔紧要啦。咁我哋入场都唔系为咗睇下嫂咁啊，系嘛？咁既然系咁，你啲姊妹嘅质素就 OK， 咁我都唔可以强求。咁佢啲质素系咁嘅就咁，但系既然系咁，你叫佢哋着得疏爽啲啊？唔系，我都唔知睇乜，我睇乜啫？各位在场嘅男士，你唔好笑佢哋啊！当你做呢个邓穿石嘅时候，要小心啲。你哋唔系做石 Q 啊？我系同新郎哥劈下酒咋，左格右格，左格右格，当你劈友嚟噶。嗰两条主婚人先麻烦啊！即系你嗌大声啲咧，就俾下面啦，华哥俾下面啦。喂，你做主婚人咋？你唔系做睇场啊？最紧要嘅各位真系啊，玩新郎玩新娘。收视新低点啦，唔好再搞啦！到而家啲人都仲系问紧，喂，你哋两个几时初相识噶？几时初吻啊？老土，你系要问咧就问下新娘，你有冇堕过胎啊？唔系你有冇俾人包过啫？一系就问下新郎哥，你系咪同性恋嚟啊？唔系就屈佢。即系你唔识问问题，得人自己进修一下嘛，睇多啲周刊啊嘛。所以我话而家啲婚礼根本就唔好玩，我宁愿去丧礼。哎，唔好笑啊！系啊，听讲而家有啲丧礼有卡拉 OK 噶。唔系有你好早去就有得玩，迟咗去咧就俾啲南和佬霸晒嚟玩噶啦。唉，但系而家去丧礼最好玩系啲咩呢？孝子守夜。有通宵牌打，哇，过瘾啦！真系同大家计计条数，你知道几抵玩？你去丧礼，啲白金冇公价噶噃，随你俾。
好啦，然后着衫衣服方面，好似我哋咁得噶啦。啊，服装费悭翻唔少，求其入到去鞠个躬，同啲朋友匿埋一边煲下烟，聚下旧，跟住有场斋菜食下，清下肠胃，然后打翻佢48圈，冷气够啊，环境又唔复杂，真系好过家着会啊，真系。所以我话而家咧，嗰啲麻雀馆咧就唔会起喺啲殡仪馆附近噶啦。诶、唔好讲咁多，讲得唔开心，今晚有冇局先？有啊有啊，但可能同你唔系好熟嘅啦，咁样。边个？我老友啊，马骝强嘅老母。我叫马骝强老母做契娘啊，点会唔熟啊？佢点死啊？你理得人哋家事啫，你家姐去打牌啫嘛。咁唔系啊嘛，你又唔讲打几大？咁一二十台湾牌照旧噶啦。嗯，台湾牌我唔识数翻，你知噶啦。你使担心啊，马骝强会帮你计啊嘛。啊，马骝强，你我三缺一，剩翻个位系契娘坐啊。黐线，佢老豆啊，得唔得？唔好加人老豆啦。又死埋，一早打紧天狗啦嘛。你我马骝强，哎咁啦，嗌埋郁文啊，黄郁文啊，系咯。黐線，但人哋係犯緊官非，人哋都係紅人嚟噶，得人睬你啊！真係係喎，啊點解佢而家咁紅嘅咧嚇？係咪佢遲早俾人揼啊？你就遲早俾人揼啊！喂喂，我唔係啊，我探討佢點解咁紅咋？我知啊，咁紅因為佢鬧共產黨。唔係，我知佢大聲夾我。唔係，好多人大聲夾我。佢咁紅因為佢成個落級樣。你真系衰唔系？我知，因为佢做滑沙池啊！哎哎，我怕你唔系，等我讲啦。咪点解啫？郁文咁红咧，就因为佢系着住块沙池，成个落粒样，大声夹我咁闹共产党，闹到迟早俾人揼。哇！哦，咁就红啦，咁就够娱乐性，够娱乐性啦，真系。喂喂，咁啊，子华有个启示啊，今晚俾大家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好唔好？一直红起来的机会，因为我们有件滑沙池在这里啊，好贵重啊！哪位朋友想红的上来着起他整个落级样，大声夹我闹共产党一嘢，然之后我同阿子华揼你。哇，你听日就红啊，今晚都红添啦，唔使讲啊，有电视台在这里啊，来啊，好唔好？哎，铺铺都要你示范先，来，我示范啊，哎。完全是落级样啊！嚟咯，嚟！共产党，好好。唉，你死啦！你冇鬼用啊！你真系。所以我咪唔红咯，唉，呢个湾仔区啊，你会咁容易啊？真系黐线啊！我听讲张俊生去咗油埠啊！你以为咧？老老实实都唔系第一年做呢样嘢我。第五次做啦，新华社嗰边啊嘛，听住，新华社，共产党，哇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啊，真系有突然有压力啊，走啦你唔掂，你欠一欠噶嘛，唔系我谂佢最紧要就系我哋个样唔似落级啊。我留意咗朋友咧，好似落级样，叫上嚟先啦，你嗰边人。我快啲，啊，唔好玩人。真系唔使惊我。老实讲，真系，而家你系咩政治立场，其实冇人理你啊。我成日都讲啊，陈方安生而家又系第一个嘅吕布政司，将来可能系行政首长，又俾人追杀，咩都好，大家好快唔记得。但系佢曾经攞过十成案揭，我就呢世都记得啊。哇，有娱乐性啊，真系。咪咯，即系好似阿李君夏又系啊，佢服务咗警察几耐，我哋又唔好记得，但佢服务咗成个两个礼拜，哇有娱乐性啊呢啲啊，肥棒，肥棒咧年龄后走啦，大家好快又唔记得佢啦，但我相信到时大家一定仲会记得佢嗰两只狗，威士忌，我就一定仲会记得佢嗰两个女，咪即系如果人靓咧吓，系好啲就数啲，识形识格啊嘛，做娱乐圈呢样嘢系嘛。即係好似阿曾玉成同譚耀宗，
佢哋以前不嬲都做开性格小生，我咁讲。反派。啊，你得罪人啦咁就。咁但而家竞选嗰阵时要做小生，做正派。咁大家食唔到格档，你系喜剧演员搞笑嘅，选唔到啦，冇啊。唔娱乐性唔丰富啊嘛。有啲就算选到咧，佢又唔知点样整衰自己形象，我唔明白。陆公卫。喂，陆公卫系政界周慧敏嚟啊嘛。系啊。麻甩佬选民杀手嚟啊嘛。我好中意佢啊。我唔知佢做咩选咗之后咧，又咁样电个发啲眼镜啊，咁样搞到而家成师奶咁样。唉。佢都唔知系咪选嗰阵时近得嗰个林贝。系。林贝坚尼多啊。系。林贝专家人哋。咩嚟啊？我系识佢啊。系咯。林贝专家系嗰个杨委会噶嘛？我乱讲啊！人哋房事顾问啊。房事顾问。房事啊，唔系房都唔得。好似好高职位咁喎，咁样。即系唔系啫？其实就话啊。做娛樂啊嘛，所以政治界我數人數嚟數去，我諗得兩個人有政治家風範。我覺得得一個啫，不過俾你講先。我講過啦，詹培忠啊，娛樂性豐富。我覺得簡炳慈好啲，啱咗，係呢兩個。就係啊。喂，我唔係啊，我真係發咗個夢，有關簡炳慈。有冇啊？我夢到簡炳慈做咗第一屆行政特區首長。咁佢又拉住佢嘅頭馬好食力喺彌敦道行，天口慶啊，行得熱啊，好食力攰啊嘛，帶佢去間涼茶鋪度飲涼茶，整鬼佢個涼茶鋪老闆好似摩加里啊，佢老婆又好鬼似陸公衛喎，咁於是簡炳慈咧就同阿摩講一講，阿摩呢個你女人啊。呢啲女人你唔打你冇胜利㗎女。喂，我唔係讲笑，我都发咗个类似嘅梦。即係前几日呢，我就梦到詹培忠就做咗唔知第几届行政首长㗎啦。咁呢又喺个首长府度呢就好忠诚咁样发表施政报告。佢话各位市民呢，我而家同大家保证呢，喺1997年7月1日之后呢，全香港嘅女人都系鸡。几激啊！哇，你咪真系讲笑，只要佢两个任何一个做到香港行政特区首长，喺香港做男人点舍得走？哇！犀利啊，真系犀利。所以我话好多人话香港好好，唔舍得走。我话大家未知道香港好喺边，啲人搞错晒，佢哋唔明白，好多人以为啊香港咁好，因为香港有啲咩法治精神啊、资本主义啊，唔系啊，系因为我哋香港有71主义，我哋有24小时唔闩门、24小时有得玩嘅71主义。7-11，而我哋就系7-11。便利人，你真系谂下，全世界有边度好似香港咁便利嘅？一朝早你起唔到身，饮唔到早茶，唔紧要，夜晚饮夜茶补翻数。而家经已系夜深啦，虾饺烧卖，请尽量将音量收细。Oh my god！半夜三更仲要小心点心车，唔止添啊！大家仲要小心啲啊，伯啊，佢哋就嚟精神分裂噶啦！喂，糯米鸡，糯米鸡，佢仲行我打我屌佢咋？因为通常啲啊伯咧就行完神运去饮茶噶嘛，咁而家即系咧食完晚饭要开始行神运。唔系啊，你话调转啦，不如我哋饮完茶先行神运啦。咁即系行完神运咧就翻嚟就凌晨三点，又要即刻开始行神运。今日连阿伯都唔够瞓，凌晨四点
大部分嘅夜店已经打烊啦，但係凌晨4:01又即刻有好多夜店即刻开始营业，一直到朝头早嘅11:00-12:00。即係凌晨4:00呢，你可以瞓喺张床度啊，眼光光瞓唔着，然之后呢就諗返啊，头先啊颜联舞嗰个听众係咪即係白韵琴嗰个听众，唔係啊，直情係洪朝峰嗰个听众添啊。呢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攞返头先你将佢录低嘅录音带出嚟重听一次，又或者你可以选择做一个真正嘅 7-Eleven， 嚟到其中一间夜店，蒙哥拉啊，蒙哥拉啊 ，Robert 仔啊 ，Robert 仔啊，蒙哥拉，蒙哥拉 ，Robert 啊 ，Robert， 蒙哥拉，蒙哥拉 ，Robert 仔啊 ，Robert 仔，10蚊得10蚊得，你饮啊饮啊饮啊，饮我梗饮，输俾你我唔服，冇你猜得咁样衰嘅话我服啊真系。朝头早7:00，啷，你可以选择一脚踩烂个闹钟，然后包住只脚搭地铁翻工，又或者可以去到另一间夜店，继续光明正大，台湾妹。王小二啊，找螃蟹，两头尖尖那么大个，眼一鸡啦，脖一缩，婆了婆了过三波，数一数多少个，几个几个看谁喝了，三个三个看谁喝了，八个八个看谁喝，六个六个看谁喝了，九个九个你来喝了，我来喝了。朝头早11:00，你可以选择匿埋喺公司嘅厕所度煲烟，一直坚持到 lunch 先走翻出嚟。又或者你根本就可以选择好光明正大咁样，发你个财财一定走啦，包二奶啦，三违反啦，四个坚持啦，唔签住啦，唔签住，六工位啊，七张凳仔啊，八个预位啊，七张凳仔啊，八个预位啦、啊，九七刀，九七刀去饮啦。晏昼2:00。吃完 lunch 翻嚟，煩氣攻心，好難頂，連嗰部影印機都要飽到 jam 曬紙喺度。你話我頂唔順，我出去玩一下，冇用。連最難玩嗰間夜店咧，即係日日有生日會嗰間咧，都打咗烊啦。好彩，仲有個地方可以去跳茶舞，鹹濕。唔係，我意思話茶舞貴啊。其實我講緊嘅係晏晝卡拉 OK。哦。办公时间剪才华，像幻象，长长夜未冷，但个点点放肆闪得更加灿烂。二全四繁星，天空千色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相拥中以免身体变得怠慢，永远也难放开你话。各位观众，大家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为一个 7-Eleven 而很光荣呢？但大家千万不要骄傲。Cut！ 不得，现在讲一下正经嘢先。我们每日还有几个钟头是相当之危险的。Attention！ 以下时间不准笑。Attention！ 我们请了王 Sir 同大家解释一下。王 Sir，
每日嗰几个钟，就是每日嘅五点至到八点，五点钟你啱啱放工，距离食饭只系有几个钟头啫。但系忽然之间，你已经会觉得前路茫茫啊！你以后都唔想再翻工，但系你更加唔想翻屋企。哎呀 ，shit！ 又漏咗把遮喺公司，不如翻公司攞翻把遮，顺便打个经理一镬。唔系啦，直情烧咗间公司一干二净。点解我会变到咁暴躁嘅一个人？结婚唔知会唔会有帮助呢？生个仔唔知会唔会好啲？但系我自己都搞成咁，我点样对一个新嘅生命负责？究竟生存系为咗乜嘢？一个成日都冇得放假嘅人，仲可唔可以得到真理啊？点解呢个世界咁大，香港又咁大，地铁又咁大，呢条麻甩佬硬系要坐喺我隔篱？呢个时候相当之危险，我哋叫做 Twilight Song。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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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迷惘境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避一避 ，Happy Hours。庄重啲啊，沙展。点解 Happy Hours 可以用嚟克服迷惘境界？系因为 Happy Hours 系用一套特别嘅军事方程式设计出嚟嘅。沙展，我嚟问过你，喺 Happy Hours 里面，一杯酒即系等于几多杯酒？即系等于两杯。全句咁答我。一杯酒即系等于两杯酒税。两杯即系几多杯？两杯即系四杯税。四杯即系几多杯？四杯即系八杯。八杯即系乜嘢？八杯即系进入状态。你进入状态未？进入状态税。Ready？ Yes。对标。Go。报告，第一项任务已经完成，已经在 KPS 立了十饼带。寻日那十饼可以给你，重复，寻日那十饼可以给你，请报告位置。我现在刚刚落到 Manhattan， 目标中我三条女已经出现。方位是十点钟，我重复，我现在一个人面对三条女。请速速增援，请速速增援。报告午夜场情况，午夜场剩翻九箱爆满，等候指示。指夜场咩情况 ，Roger？ 指夜场，指夜场情况危急，唔得啦，我要买飞先。Negative， 任务取消，匆匆撤退。Negative， 今晚出得嚟就唔会就咁翻屋企，决定播深夜场。小心陷阱，小心陷阱，系文艺片，系文艺片啊！速速撤退翻嚟总部家长会。This is an order。Yes sir。报告，已经去到加州红卡拉 OK 大堂，仲未曾发现大队踪迹，请报告位置。请首先核对密码。是陈慧琳的开始密码是什么？星光好好玩大碟一二一二四。郭富城的狂野之城。宝丽金好唱又好跳一九零二三。OK。密码被证实，位置是大堂直入走廊最嘈嗰间。收到。哎，咪住咪住，你老豆问你几时翻屋企啊 ？EMR 原装正版 C9021。唔系啊，你老豆 call 总部家长会，问你真系几时翻屋企啊 ？E9021， 即系明日世界终结时。老婆仔，你点啊？我唔得，你唔好谂啊！快走，快啲走！你唔好谂啊！唔好谂，我哋仲要去兰桂坊啊！我哋仲要落九栏，去迷城，上 J J， 去 Y Y，Y Y 装修紧。哎，咁你话俾我听，系边个搞成你咁？系一个阿伯。乜嘢阿伯啊？家事伯。小心吓，佢好大力噶。点样大力噶？佢出完生力出起力噶。真系咁夠扑？系啊，
仲有 Tequila Pong 啊！小心，小心！边有人可以沟咁多酒都唔冧？呢个一定系 professional。这个酒鬼真太冧！你话俾我听，佢用咩战略赢你？蔡拳？唔系。次次撑？唔系。攞个证，识中啊？攞系。吓？哎哎。罗伯仔冧咗就唔好眨眼啦！你安息啦，罗伯仔。谁知道一个罗伯仔冧咗，我哋仲有千千万万个十蚊兜。Seven Elevenism， 万岁！聚散。轻抛烟火，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